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你能给我什么？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，只要你说得出，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要你的心。男人笑了笑，还以为对方在开玩笑，结果下一秒，男人就被掏了心窝。然而拿到对方的心，女人却并不高兴，因为她要的是真心，而不是真心。只有愿意主动献出真心的人。 才能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人。如果无法满足这个条件，他将永远被封在寒冰地狱中。一部非常好看的国产奇幻片，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彻底被视觉冲击打动，并且这部电影和主题曲都被封神，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原片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